取水，绰号阿水，20岁，无业，父母双亡，2个月前开始失踪。认识吗？死了，知道吗？你们还知道什么？现在是我们问你，不是你问我们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有他们的消息吗？消息是有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他们。我能提个条件吗？可以，说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也要跟我说他们的消息，可以不？可以，说吧。老品是从小被他那个信佛的爷爷带大的，放你。后来吸毒偷东西，坐牢出来以后，就老实了不少。杨队啊，阿爷倒满，发这个梦嘛，梦跟火山嘛，啊，他冇讲乜嘢，他就。真的狗狗给修塞口粮口啊，傻姐的爸妈不怎么管他，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智障吧，而且是一个特别爱哭的智障。小虫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你爸爸妈妈也不在家吗？那我想妈来了，你就叫我轮了。你跟虫虫玩。那你买一把吗？得了。西瓜，吃两把。你是没来买点啊？你能不能想我一大碗都给少啊？当然，一碗。哥，这个鱼怎么样？我熬一锅，好难闻。我和我姐呢，无父无母。他呢，有点贪小便宜，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。至于我呢，偶尔会帮别人送送货，赚的没多少，但花的倒是挺快的。我们四个吧，从小就一起玩，书没读多少。大事也没做过。你讲丢了，唔系我个魔上来嘛？朱啊，呢个会唔会好六日好英语啲啊？多出文机，然之后要硬得吓到，要想得吓到啊！我冇咁好啊，反正我嘢都赚啲系平啊，我死又会好钱。你行咩啦？怕女演日跟你要乜出息啊？
之后黏回去。傻姐，听着。你啊，哎，有病吗？丢麦丢。第四颗。啱啱嗰两站同我停佢，快要去塞佢。佢要咩第四颗啊？小心，在哪里？做什么都不重要，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最重要了。我说的对吧，炳哥？小杰，你先去。第四颗。小杰，你说你要去哪？第四颗。我们不是要听这些。你继续说。没什么出息，就这些大买卖嘛，不如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哎，不要跟我说这些，做人呐，眼光要放长远。你阿水不愿意做，不代表其他人不愿意做啊。慢慢喝啊，留着。老哥，老哥，我有事想跟你聊一下。喝完这杯去你家呀，好不好？来。大龙知道老炳爷爷的病，老炳那时候正缺钱，他追上去和大龙聊了一下，我们又去了大龙家继续喝。那晚我们喝了很多。按照你这个说法，你完全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是的，现场有打斗的痕迹，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还要继续听吗？继续。我们当时很害怕，所以就抬着大龙去了海边那个空地。你没敢放掉我这一块，就是一个。你都不可以挡住我，
你真好累，我给我爸了。去哪兒等我？怎么？爱啥嘛？摸了吧。你们给我的，我好没人了吧？初一，初一，你买几根藤，烧纸屋，去拜下个灰公啊，哈。不知道的老兵知道了，他还把傻子给带上，他竟然把那个智障给带上了，你老人家是不是他？你不买他，你两个得罪两讲吗？说实话，我当时去确实有点想对他动手，但后来老兵摁住我。摁呢？轩哥、炳哥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说什么吧？爱管那口音行不行啊？啊？行不行？好用你，懂我点儿。傻姐，这是什么？啥子嘛？老板有没有你讲过我为难？我路啊，会晒病啊。之前你没养你们怎么整？是吗？其实我讲我唔需要买件贵啊，我叫结婚证件收嘅地方难买，都冇买得。我听到冇来过年，再加上佢毕竟叫我喂，当时有那么路。你认为都不需要出名，这个问题有人叫连你我想叠大而已，我会觉得他丢了顿就过了。唉，我扶他听
能不能给我也喝一口？想喝的话就自己去拿，问我干嘛？不行，水哥不让。他说不让就不让。拿去。我们现在又是台北也很有味。爱人爱人对也是难对，人到底也是难对，俗气唔使讲啦，我也是难对，我肯定赢，力气冇乜好下场嘅啫，怕晒会变成只鸡。我也讲过，不要来骗。没得解决了，好，如果你也讲妥呢？我也不是讲妥啊。就手腕那条啊，老谢，来，起来，我读给谁好？莫我给你好了，我老表都系跟你真烂啊，我嗌家上冇路嘅啫，又唔系话啱会闹你，你条裤啦，乱啦嘛。你讲紧咩啊？啊，我要吹佛尿。我真的都没走。我在做啥？不会啊，我有点眼熟。你好，接个货嘛。写下。
大哥，一个人呢？啊，是嘞。大哥，这运的什么货？没事，这是人家的玩具。玩具呀、啊，全都是玩具。快点坐吧。大龙家收过的钱很快就用完了，我们路上碰到一个落单的货车司机，我和老饼决定做一笔。货车司机是一个人贩子，车厢后面关着一个小女孩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带走了她。气球飞，气球飞，气球随风飞，他们坐在皮卡上，阳光多明媚。嘿，气球飞，气球飞，气球随风飞，他们坐在皮卡上。你卖，卖佢，都问唔到。你叫我不要卖佢两架。你就应老喎，谂到最好喎。多少钱一碗？80块。他中点房呢？30。一共100里，等我一交人到多少天？太无了。去洗洗吧，臭死。我洗了阴天都没了。是啊，不过不紧要啊，人到水温的也多下了，现在不大买了水了。你给我嘛，滚走呀。
兵哥，你分我点。人家要给我嘛？你是傻吗？你那么浪费？我坐的架车，我还对某个人呢，啱吗？不需要了，我去吴总，我们在那个地方。离婚对是歪脑啊，没用啊。不，你让我路边好。饼哥给我的。饼哥，我叫你清洗，你记不记啊？多了小女孩之后，我们的钱更加不够用，我们分头去偷，但是都不太顺利。一些偷偷摸摸的事儿，哭，哭什么哭？不许哭！不做事会被赶走，不做事会被赶走，不做事会被赶走。放下，大爹。啊，爹，钱包呢？谢谢啊！谢谢啊！你最后为什么要说谢谢啊？这是你教我的，说别人给了你东西，你就一定要还。就好像我们信佛祖，佛祖才会保佑我们。丁哥，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有进步？嗯，我是不是快跟你们一样了？
发财。大哥，为什么绑定那女的？她欠我钱。她欠你多少？记得。我来帮她还。3万。这里多少钱一碗？6000减88，你几个呀？老好我的，肯不回老的，我竟然给了你。我难。对啊，要搬来啊，我给啊。乜嘢都未搬到屋企，我入饭啊！呢只碗冇你唔入啊！食得唔得啊？报警啊！唔可以报警，继续搵阿玲。还要还要睇下饭吗？冇啦。老货搬来了，你唔好理，我而家要办法嘅。你这越嗌越系唔明嘅。你之前不是很胆小的吗？你怎么会叫我跟你讲出来？
咁你呢样嘢又唔系好当下面对嘅咩？发个会啊！好嘅。唔得，晒饼已经用。苏啊，嗯，你有冇谂过要英杰成家，你要搵你哪里？你要谂过下嘅。就再想下啦，我叫我囡仔知，我用呢个地方安你。我咩意都系一无地方安你咯。你想看雪吗？想搞工业园，但是木呢有两只鞋，那么多，我那好乌鸡，我也没么所谓，那我得意呢。去喊那两只，最重要，再管他。鬼钱呢？鬼钱你莫中意啊！老干，谁呀？谁？谁？谁？
嚟，唔使急，可能出去买嘢食啩。唔系，行李都唔见晒啊！其实会唔好吃的，我冇人还好奶，得唔该先，英雄，你多事我呀？冇整嘛，我饭碗剧话，整乜链呀？我都饭碗剧，乜链啊？你听我话好啦，你乜链呀？我唔问啊，唔问。我姐她没有出过远门，她也很少跟别人打交道，我是她唯一的亲人，你说她能去哪里？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？你说你是她唯一的亲人，真的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哦，要去哪里玩啊？我们去捉迷藏。我也想去。你就别去了吧。我都好久没有去了。那你要躲好了。小杰，我跟小女孩要去厕所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如果你等得太久的话，就是你自己搭上。回来，我一个人害怕。
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不是，傻姐，你走过来的，走了一段，后来看到车又上了。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吧。我想回去，没有你，没有钱，我钱都留着有用。那你去弄一点回来。傻姐长大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就不要进去了。你在这里等我，东西拿好。在这里等我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不准踏出这里一步。那你和老饼接着呢？我不知道自己晕了多久，醒来是到了西边还是北边吧，不太清楚。这有包啊，你都给我那些啊。快拿，你给人方便点。你没分奖了吗？我拿了六千八，老公带。你落去。放车。放车。放车啊。还你给我没？给人方便点啊。没有塞边了。塞边。塞边给你都摸的。你想你掉在那边的都给你爱回来就回来，你没那么爱啊。所以还你很爱你，跟我爹不是累赘啊。来宾来宾有没有脸啊？讲个人，你讲个人，我会拉出来的。从小到大我跟他老是打架，一次都没打赢过他。你见稳定啦，唔系我即刻入去洗病。受烦恼你啦，你分袋。
我有两个人，我在解决了我的人都没度过，解决我的我疯了你！你咪决定做晒边啊？佢先系结埋结埋蕉，佢嗌我嗌佢嚟火，该真系好冤枉。我以前唔知，我听上啦，然之后我就嗌嗌啦。其实阿龙哥你那个我很来便不过我应该太会哼了，所以我一人也会来便的位是我的对我会有你便什么都叫吧，我也讲个也没多过，谁啊？我不知啊，唔系我一日会来呗，系我开始对一来呗，我冇见你放我一回咯，我哪唔明？哪唔明？点解我要听白啊？你过过去等一下，老兵说的没错，按照现在的路继续走，我们只能越走越黑。
用再逃，不用再躲了。然后就打了电话给你们，大概情况就这样。下面有联系过了吗？那后来老饼呢？不知道。你向阿爷讲啦，你去外边就冇做咁多坏事啦，你好好锻炼啦，你积分你用得啦。我们在老饼的家里找到了他爷爷的尸体，而老饼在一个山坡上死了。我们联系了我们东北的同事，你所说的傻杰和小女孩我们目前没有找到。我要回去找我爸爸。
他们发过来的这个很像你所说的老表，我哋来呢，除咗同你车子影之外，我有样嘢要同你讲。我系龙嘅 K 年曼，我咪同半金对待嘅，以往好大平嘅。殊不知，后面有分队，老板佢卖艺，结果佢冇嗌叫停，同佢嗌起钱，唔觉意等佢杀我。有咩人嘅骄傲，都会后遗啊！我一撞，然之后佢咪以为系艾伦等嘢咯，个骄傲爆晒出来。佢喺停放啦，同冇嚟就冇知佢啦。你都几慢慢系啦。
那边回国呢？我还往回国。我唔错，一到报警嘅话，我应该就唔需要回国讲话了吧？我喺度其他练习嘅话，搵唔搵人？唔会唔会。搞什么呀？你说这个轮子啊，没事变一堆东西。他害怕天地来的，我帮得口啊。我不应该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步的，不然他就不会死啊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好了。不要再问这了，小南。冇走啊！你啱先，你咪白点嘅。你要睇咩？我只能好长时间永远献给我的音乐。点讲你音乐，好无聊，好慢。村庄，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，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，照耀在我们的心上。你可曾会想到你的故乡，多么寂寞，多么凄凉。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，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。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旁，不要
要离别的这样匆忙，要记得红河谷你的故乡，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，要记得红河谷你的故乡，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。